3, 2, 1。我们再次宣布2018亚洲电影节气质会制造系列展正式揭幕，我们预祝展会圆满成功 ，We wish the show a great success。继续提升为智慧机械，未来甚至可以整线整厂的输出，让台湾成为智慧机械跟制造的发展中心。在很多的状况的掌握，比如说我们的在救灾的系统或国防的系统，我们所需要的这个尺寸其实是很大，而且解析度的要求是非常非常大，所以在这里就一定拜托各位，一定帮我们发展得更好。我们的努力其实都是在传达一个讯息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不会因为现在的景气回温而自满，而是要用整个国家的力量跟决心，协助产业继续向走向高附加价值，继续向上提升。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努力，也祝福我们这一次的展览圆满成功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